现在的苦瓜怎么不苦了？我都能吃了，是不是还觉得泡面没有以前香了？哦，你味蕾死了啊？味蕾死了？对啊，随着人的年纪变大，味觉敏感度就会慢慢减弱，说人话就是你味蕾死了三分之一了。好好好，我说我怎么不挑食，什么都吃了，原来是味蕾死了。我以前也都不吃青菜的。哎呀，睡不着，我这心跳声也太吵了。别闹，心跳声怎么能听见啊？怎么不能？我睡觉的时候就能听到，还能感受到心在大腿和胳膊上跳呢。你可能是神经衰弱了啊？正常人是听不到自己心跳的，你可能最近压力太大或者太紧张了吧？我还以为是我心脏强的可怕呢。哎呀，快擦擦汗吧，冷汗都吓出来了。这个纸好舒服哎，一点也不刮脸。这我新买的斑布溜地蓬蓬抽纸啊，原料优选百分百珠浆，不漂白无荧光，遇到湿水也不容易破，很适合擦汗，小宝宝都能用，用料环保，没有有害添加，可好用了。这么好，我也去囤点。哎呀，这感冒也太难受了。还好我从来都不生病，快喝点水。不生病那才吓人呢，人的免疫力太低下了，才会对外界的不良刺激没有反应。什么？就是说你神经不敏感，太虚了，看似没事，实际在憋个大的。真假的？我说我怎么一点毛病都没有呢？感觉我死了没粮了。